哎，大家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我是知性，又再次的来录一个视频来与大家分享爱多美。你们都买了这个爱多美的口罩吗？是很舒服的，它没有那个线，所以你的耳朵不会痛，而且是很好呼吸的。你看我现在讲话也是没有问题啦。对，所以今天对，在还没有去。送货之前，我可能花几分钟的时间，不会超过5分钟了。希望啊，来与大家分享。先在这里祝大家，新年快乐，给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OK。有些人问我说，爱多美的产品我找不到东西买，或者是上去看不到东西买。其实，爱多美的产品，有在新加坡已经有一百多样，而且，它跟别的不同的是，你在花钱的当额，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储蓄来的，因为往后，公司会给你现金奖励，让你可以花更多，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超市或者是其他网上的超市其实很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我是这么的去会这么样的积极的跟你们分享，跟你们说来尝试使用爱多美，真的是从牙刷、牙膏、洗脸的、护发的、冲凉的这些都有。而且你们也是听说过 K Beauty，我们的公司是爱多美，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很知名的，就是有100年的历史的专门做这些Beauty 的东西，就是说专门做女性的化妆品、女性的facial。不管是洗脸的，就是韩国的美容品，有接近100年的这个的厂商，这个工厂，对，也是世界第二大。你也可以，它是一个上市公司，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查询是 Coma，所以他跟我们合作，Coma，OK。Coma，他跟我们合作，让我们有机会的，去研究我们自己的，技术 technology，来做出一些很高品质的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工厂也提供给那些很大的品牌那些化妆品。所以其实可是不同的是，我们爱多美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好像同样的产品，外面名牌货，不可以讲说是什么品牌，可能2000多块，可是，在爱多美200多块，你就可以拿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的公司是没有就是说贷款或者是需要付广告费，需要付一些的费用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研发的technology 就是科技，所以我们也是可以付现金，我们也可以大量的来制造我们的产品，所以就压低了我们的价格。OK，我们跟厂商有一定的那个关系，所以很少很少，我觉得很少很少。可能你会搜寻，哎，爱多美其实是一个直销公司或是一个传销公司，可是其他的传销公司、直销公司不可能跟我们相比，因为我们做的是household product，就是日常用品，而同样的产品，如果你在传销界或者直销界，一定20%、30%，甚至50%多过我们的产品。所以你是说过我没有就是诶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的朋友讲说，诶，我看了一下那个网站，我买不到东西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分享一下一些，我送货的一些的产品，就看你们是说，诶，要说，诶，没有东西买了。Atomy
Silk Protein Hair Essence。OK， 这个是刚刚我妈妈跟我买的产品，这个就是那些常常染发或者是女性她常常染发的，可以用这个，好，可以用这个。还有就是我们的草本的 shampoo， 价格你会吓到啊，这个可能是15块多。浓缩的 500ml， 可是可以用蛮久的。OK， 我们的鱼油也是很畅销啊，谢谢大家的回购，谢谢大家回购。你们看一下，五分钟啊，已经五分钟了。还有这个是 Adomi Even Care Peeling Gel， OK， 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 Adam Cleanser。OK， 这个是 body care。OK， 这个如果你有那个敏感性皮肤这些的，很适合用。OK， 这就是说冲凉的时候，敷在那些敏感部位，或是敷在那些有就是伤疤啊，或者是一些的敏感部位啊，都可以用。还有我们一定要尝试的，对对。我们的益生菌，我们益生菌是有排名的，世界不懂是第七还是第八，有排名的，是相当好的，而且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，不会甜的 ，OK， 就这样，所以呢，如果还没使用的话，快快去使用，而且对，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的来询问，我会在这里来解答。就是 OK， 就是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